不同宠物犯错时，猫咪、哈士奇、金毛、柴犬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超级侦探，滚地解散。 Smoke weed every day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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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
当妈妈问我洗澡为什么这么久时，天海大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圆头圆脑圆肚皮，里面是什么？法拉利拉法，来不及你抓他，给你拉飞。不是摆烂，那是我自信的状态。牛马 disco， let me dance。明天不上班，可能吃不起饭，但得摇得很带感。Jiggle jiggle, it folds. I'd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 for sure. It makes me wanna dribble dribble.有声版星海表情包来了，要我一直草神小表情来了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暗夜的氛围，忙过头了。沉浸式体验一下旅行者的快乐。立本给你40元时，你就叫爹。我每天都给你60，你却连话都不愿意听我说完。那个渣男每次来个几天就走，我天天在提瓦特等你，全年无休。醒醒吧，旅行者！尊贵的旅行者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智能导航机器人。期待您的光临。你谁呀、啊？干嘛骂我姐妹？你是她姐妹啊？嗯、我这丸子卖800。800？你觉得我？她给我砍了20。那你卖吗？就是她欺负我。就是她骂我。你谁呀、啊？干嘛骂我媳妇？旅行者，是这样的，你媳妇问我能不能借用一下我们协会的厕所。哎呦，你们协会这么高贵呢，不做任务连厕所都用不了。还有3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他把我们厕所了。500岁的孩子。哦。你们协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厕所吧？全拉堵了。我操！这要来杯酒吗？他才500岁，这玩意是怎么跨过魔神战争的？就是他骂我。
是他饲养员啊。对啊，他要买油豆腐。你卖给他呀，他嫌麻烦了还是觉得我买不起吗？我刚他问我吃油豆腐会不会影响他单手开雷大炮。老板，你刚刚说啥来着？开雷大炮。上一句。你是大饲养员吗？不熟。就是他骂我。你谁？干嘛骂他？他在我们公园发传单。发传单怎么了？公园里不让发传单吗？是上发的，女士。那你干嘛骂他呀？人家小姑娘年纪轻轻要继承家业，还养一个6000多岁的苍蝇王，太容易吗？他扛着一个睡着的哥们就往外冲了。跟你说话呢。那哥们是睡着了，不是嗝屁了好吗？十个保安不住，咔咔往外跑，嘴里还念着业绩来了，业绩来了。我锅巴里的炉子还在仙灵上煮着，我先走一步啊，告辞告辞。王生堂真实现状。就是他骂我。你谁啊？干嘛骂我家老爷子？堂主是这样的，这个人在我们店里吃完饭说不想买单了。啊，骂得好啊！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。就是他骂我。你谁啊？干嘛骂我们小姨？是这样，这位女士在我这儿打了个车。打车怎么了？没付钱还是咋的？欺负人家刚来城里人生地不熟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他扛着车就跑了。我的车呀，我还没上车呢，追车追了3条街，怎么喊都不停啊。愣着干嘛？回去喂鸟啊。你们都给我编鸟，编好多好多的鸟，编各种各样的鸟，我就喜欢编给我看。鸟儿鸟儿快出来，鸟儿鸟儿不出来，鸟儿鸟儿出不来，自己编鸟我飞。来喽，今天我胡桃请客，大家快趁热吃吧。快吃啊，怎么都不动筷子呢？哎，刚刚七夕跟我说他想喝椰奶，我先走一步哈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出门忘记喂鸟了。我们也要先走一步了，对吧申鹤？啊，那不是师兄走啦。小宝也饿了，丢了，烦死了。看我不爽，找雷电鸟，他惯的。看我不爽，找秦站长，他惯的。看我不爽，就做我吧，没人惯着。晚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。王秘书上班的第一天，去我的办公桌。好的，打开文件。好的，看到窗口了吗？没有。那有个窗口。有的。打开窗口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把文件放到云端。王秘书上班的第二天，去我的办公桌。好的。找到文件。好的。删了它。好啊。我让你把它删到回收站。既然不能说话，那就当做安静的美女子吧。好。Cause this is Africa. For 现在是早上5点钟，被到期的-10度给冻醒了，哇，气的嘞！看看我身边这位，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哇，香的嘞！出门去寻找食材，给大炮做黄桃罐头，这孩子打小就没有吃过我做的饭，哇，
心疼的嘞。哇，不出门就能捡到食材，好运的嘞。大炮，大炮，孩子已经在里面待了3个小时了，哇，担心的嘞。带你们揭秘喀什尔不为人知的一面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为你续写期，在我的期间里，为你去学习，试着不拒绝你。我比麦说可还？如果你有心动的只想去，直接给我现场开一枪 ，bow。不知道谁有空，哟呵，看我群发个消息，一人一排排解寂寞，就差你来。Later。要不我们打麻将？你女朋友很美，那她会唱欧文调吗？什么？不会。爷都会。听说你们想开余震。来，跟着我念，一把十首。一把十首，我是傻逼。叮铃叮当当叮叮，夏洛。当你有个反射弧很长的朋友，这个笑话好笑吧？打扰了，告辞。你自己尝了吗？尝了一块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去除了大部分史莱姆的腥味，但是我保留了一部分。我觉得保留了一部分凝液，才知道你吃的是史莱姆。你是有意把它保留的吗？是清洗的过程中，我留下了一部分。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故意的。我平等的恨每个不敲门进我房间的人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愿种重蹈覆辙。爱情交朋友，壮士修复，不爱身心，单身斗精英。为什么说在网络上没见过我？在你的心中，我是哪一种？第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胆大，是伟大的，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花了